天，上主喜乐恩惠，天地三连，天赛对我招呼，主我爱就问你，主我爱就问你，来就问来问我哩。这个时来要来开始我们金下埔的敬拜，请我们当心阿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的疼时时在保护照顾我们，也通过你的恩典和扶持，
当阮拄着艰难困苦的时，予阮无低到失志来跋倒。亲爱的主，恳求你坚固阮的心，予阮无论伫得时不得时的时，予阮有缘会追求你的带领甲恩典，也予阮知，阮踮即个世间，宗教信仰的要紧，因为阮毋知，特别来会一结果所会发生的事。感谢主，你伫万万人的中间，你有拣选阮这当受阮的兄弟姊妹，做你的囝儿，做上帝国的百姓，你也做阮的天父，做阮的拯救的，予阮通安然站起。阮伫世间的年日，感谢主你，无论你无算，也恳求圣神的帮助，予阮会晓注意，无失落伫每一个敬拜主你的时刻。这个时，阮也要为着阮公益兴光教会献上阮的感谢。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公益兴光教会，第二北公园纪念碑后面这大广场、大树卡。我按伫遮聚会，遮敬拜主你去一座祭坛。我按仰望主，仰望天父上帝，你万官灵的圣手来引带，予公益兴光教会伫即个二北公园所在，正做一派光灯，来引带一队人来归向主你，救因的灵魂。同时，我也要为着阮的牧师来祈祷，阮看见伊为着圣工。非常非常的着我，对明仔早起要连续五天，伫新竹圣经书院 URM 的宣教、城乡宣教训练。天父上帝，愿恳求你给天官的牧师的鼓励，保守伊身体的健康甲能力。愿确信主你所重用的，你会重庇伊，你也会给伊庇护，保守伊伫万人书的顶面。拢事事亨通来学到因分你的性命。阮也要为着阮教会做做天降的遮个时段来祈祷，祝你的平安甲平地底。因为阮人软弱，阮食伫五谷难免身体软弱，年纪渐渐大个时，佫较袂贪食、烧热甲寒冷。愿祝你的圣手扶持、保守、看顾，予。阮无失落伫每一个主日的敬拜，愿主你的平安，甲阮遮教会年长的时代伫底，也保守阮大家。阮祈祷无够额，即个时，阮也要用主教习惯的主祷文，三甲平声来祈祷。阮伫天年的爸，愿你的名声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阮的日时间去服阮。下面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下面辜负阮的人，无你带阮入去，就替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关联因根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所以，咱要用新的概念来告别咱的信仰，请咱大家开声三甲来读。咱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咱的上帝。这个界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咱要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界是专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主用新的界面予咱，就是咱要三听，亲像伊捌听咱，咱也着安尼三听。咱若三听，正人要对安尼知，咱是伊的学生。咱要来看一段上帝话，记载伫路加福音书十九章一十到十节。咱要请米奇姐来带领咱读这段上帝话。我来讲读圣经，记载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十到十节。耶稣入去耶利哥。对遐伫经过，伊遐有一个人，名叫撒该，伊是无罪的人头，
石头人，真好业。伊爱要看耶稣是什么款人，不过因为人真多，伊的身材阁矮，看袂着，伊就行进前爬一丛松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伊要对遐经过。耶稣行到迄个所在，抬头看，对伊讲：“撒该，赶紧落来，今仔日我一定要带恁到。”撒该就赶紧落来，欢欢喜喜接待耶稣。众人一个看到，嗷嗷念讲：“这个人带入去罪人的厝。”一段，撒该抬着对主讲：“主啊！”我要摕财产的一半，因给犯罪的人，我若有甲人欠钱，要四倍还伊。耶稣对伊讲：今仔日拯救已经临到这个家，因为伊嘛是阿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是要追找，搁拯救失落的人。以上。这是咱要请诗班。来赞美，我们献诗，请诗班来头前。来问我你。